出大事了，小二哥发来了聘礼，要娶我们家翠花。今天一大早我们就把聘礼取了过来，看看都有啥吧。是真的会呀，给我们发了一个新床，是要洞房那天用吗？哎呀，看翠花这个样子挺喜欢的，还有这满满当当的一箱，不知道是啥，让我们一一解剖。不得不说，大妹太坏了，发来了洁齿水，是怕亲嘴的时候口臭吗？我的妈呀，终于出现点正常的东西了，发育宝和钙片，哎妈，这什么玩意儿？酸奶魔方，又他妈不正常了。突然好心酸呀，翠花在出嫁的时候用上了最高级的牵引绳，多多少少显得我这个老父亲有点无能啊。 Oh my god， 小佩的空气净化器，翠花你老公对你也太好了吧，真不错。你说这些臭男人咋这么会呢，光没整这些冻干狗粮啊，这软是猎奇的，这是啊，挺贵这玩意儿。你快吃吧，你老公给你买的撒狗粮，他家努过女人的芳心，就是整全套的沐浴露，哎呀妈，氨基酸的，正好一会儿用它给你洗个澡啊。这是各样各色的零食，哎呀妈，应有俱有。哎，其实吧，我觉得两个毛孩子感情重要，你说这玩意儿都乃身外之物，谁能看在眼里？你把那个婚纱给我脱了。